所以我们就是开到5:30这样。哦，都是到五点半。对，那但是路灯啊什么都是有备着的，可能那时候已经暗了，可能那时候已经暗，我们都有备着，只是因为现在它整个空间上是比较生态，所以很多水池它是没有用栅栏的。我们负责营运管理的团队希望我们有一些栅栏，那这有跟建筑师有一些拔河嘛。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场馆是百变拼装车，那其实它就是在讲一个以前的农村的智慧哈。它里面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平原的，好，然后在田里面的，然后在山丘上的，它有它示范的不同的环境里面百变拼装车的一些发展的历史的脉络，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拼装车的发展史会呈现给大家，然后里面也会有农业档，就是3月6号、12月25号到3月6号，然后里面会有介绍一些拼装车的历史脉络，然后第二个它会有拼装车的达人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成为拼装车的，因为好好没有这个科系呢，主要是没有这个科系，他们都是自己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可能到哪里去学什么，然后自己把它拼装起来。我不太懂那个拼装车，是我们一般就是农机车，就是农用的，他会改，他是把自己的车拿来改的。这边云林的农民都会，就是他一定会去改，不一定都会，但是他也残劳输有一堆去改。那边累惨的是，你可能要比较大的轮子啊，或者怎么样，比较要拖车。像我们西螺火菜市场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叫做菜夹，它可能就能接呼的车，然后后面就拖了一个那个。那其实都是农民自己去改装，对，都是农民自己去改装。所以到时候在这边是可以看到很多农民他自己真正改装的出来的东西。对，然后他这边会有一些示范。那第三个主要的部分是要讲绿能。因为其实那部分其实说真的，我们也是一种反省节能，那地方真的是比较不环保，因为他们都要用柴油，然后空气污染都不是很好，所以第三个部分我们要展示一个是绿能环保的拼装车。对，那就是概念吗？概念是概念，因为现在其实这部分他们有跟中研院合作，他们希望跟中研院做一个示范，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辅导在我们西螺火菜市场的这一些农民，然后去做一些改变跟反省。我觉得苏县长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要告诉我们说，不好的，咱得爱跟你讲，啊，跟你爱检讨，看要哪改进，不是大行拢做搞拢做好的，安尼。我觉得他不好的地方，其实他有敢提出来做反省检讨。那意思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是说，看能不能有机会来两边。请问这个拼装车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去申请专利？这个没办法申请专利，因为它要上公路的话有公路法规定。来，它是改装车，拼装车是改装车。对，它如果要耕耘的，像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大的园区，如果我们要这么大的一个预计这样的一个公路法规定，都在外地。有接驳啊，因为我这一次的文宣里面没有拿到交通部的部分，我们的我讲嘛。好。刚刚有人问到怎么样来这里的交通接驳的部分，因为云林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提供了很大量停车场跟接驳的系统。我们高铁站、嘉义高铁站跟台中高铁站都有专门的接驳车，可以接进来。直达这里，火车站有吗？火车站也有，斗六火车站、斗南火车站都有直达的接驳车。如果人数不多的话，突然量大，大家都开车来，其实会很恐怖。对，所以我们在外面有 service， 因为这里还好的就是它是高铁预定地，所以有很多的土地是没有被现在没有被利用到，所以我们开放了第一停车场、第二停车场，它的量都，这个部分都 Maxima 的值都已经大概有推算过了这样子，所以它的停车设施是很完善，然后停了以后会有接驳车接进来。大概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原则上都是在周边这样。对对，在周边，在周边。这就是园区周围，就不要让人家。对对，就我们就有封锁、哦，对，有一些封锁线。他在外围的。今天是你们了，所以才这样子。哎，原则上是没有办法开进来了哦，到时候是没有办法开，他在外面就管制住了。就到时候只要用走。对对对，走的或接驳，所以外面的游乐园道，我们其实都有点担心，走不到的是不是在游乐园道就开始停下来通车这样子。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第一班坐高铁过来，坐高铁过来到这是几点？然后，坐接驳车进来又是几点？然后下来了以后走进来又是几点？然后最早的一班到这里，到5:30出去，中间可以有多少时间？还有，你们认为说哪一班
车子以后你就对不起，你就不用过来了啊。那有没有这样考虑过，这样的交通量可以承载多少人？从台北来的话，这个部分他们在交通上是有推估过了，所以他们整个在接驳系统上的排班是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台中高铁站跟嘉义站他们都有固定的班次的时间嘛，所以他们大概配合那个时间，半个小时会有一班发车进来这样子。那送过旅行时间从那边到这里大概是50分钟，台中高铁站，那如果是嘉义高铁站来这里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这样。那我们在这个园区停留的时间，我们大概是预计啊，它大概要3到4个小时才能看得完。所以第一班车的人可以看得完啊，第二班车，第几班车坐到第几班车就边来啊，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推估出来的承载量是多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我现在目前不行，我可能还要再回去工作一下。好，不好意思。这个班是就是百变拼装车，对。